上需要的一种状态，就是站上舞台。以前我一直说我需要有表现欲，有征服观众的欲望。我觉得这是以前的自己在舞台上比较缺乏的一种攻击性的东西。但另外一方面，我最终确定用这个名字的时候，是真的觉得它的谐音很像伴着我。所以十年的时间，有一种它看上去是一个性感的状态，但是内心当中我觉得是一种温暖的情绪在里面。你刚才有说到十年哈，我们还记得十年之前，然后亮颖刚刚站上选秀舞台的时候，然后大部分是以唱那种非常感人的情歌为主。那现在包括我们在《我是歌手》的舞台上也看到更多面的亮颖，包括秀一些舞蹈啊什么的。那这十年间是有这样的一个改变吗？从一个纯情的那种情歌歌手，然后转变成一个比较性感的女生，是你的改变吗？首先我觉得2005年的时候，不是说我一直在唱很安静的情歌，我有唱很多不一样的风格，只是在正式出道当歌手之后唱
情歌比较多，我觉得是大家选择性的屏蔽了其他方向的我，可能那时候不是特别好，但是我自己也在屏蔽，而且我觉得刚刚出道的时候，我不觉得比赛里面唱的歌有多好，我觉得更重要的作为专业歌手细节细腻的程度，包括虽然比赛里唱了很多英文歌，但我觉得还是第一时间要把中文歌唱好，唱到最起码的一个作为歌手的基本标准，所以一出道就唱很多的慢歌情歌，但我觉得细腻到了情绪还是不能以细腻作为一个理由就永远唱一些比较简单的东西，因为我心里还是渴望一些大线条，一些很能够输出能量，能够让自己觉得更加增加感染力的东西，所以站上舞台不仅仅是唱，因为你这已经过了那个audio 的时代了，现在是 video 的时代，所以一定是你听到是好听的，然后看到是给你的听觉也有一个辅助上面的作用，所以舞台表现力上面这也是我这些年一直在想要不断突破的方向。那这个说到英文歌，然后那个我们会觉得好像亮颖对这方面有特别大的偏爱，包括主角者。这是我这些年一直在私下练习的部分，因为我还是把歌手和爱好尽量的分开，如果作为一个专业歌手太任性的想干嘛就干嘛，这也不是一个正事儿。但是另外我也不能因为说，因为我没有完全把歌手当成我的职业，它就是我的爱好，我必须要还是要遵从我内心我所想要表达的东西，那我就是私下里准备好把它达到一个专业歌手的要求和标准的时候，再作为歌手的一个角度去表达，但整体来讲的话还是作为张靓颖个人内心想要唱什么东西，然后把它练好了再拿出来。那这次 Band of World 演唱会英文歌的比重跟中文歌的比重会怎么分？其实跟以往差不多，以往的演唱会也会有很多英文歌，只是那个时候翻唱居多数，原创占少数，那这一次的歌曲里面翻唱反而是中文的比较多，然后英文的基本上是原创的。哎，那说到这儿，我们有消息说北京的演唱会会有李易峰来助阵，是吗？对，他答应来，但是没商量好他以什么形式来。那他会跟你一起合唱英文歌吗？他都没有说是以什么形式，都没有跟我说是唱还是怎样，就是说他答应会来，但看怎么玩的话，我说我们微信再聊。哎，那你们之间的关系是因为我们不知道你跟李峰会有这个什么样的一些焦点，为什么会请这个男孩呢？就是朋友啊，然后他的演唱会也有请我去当嘉宾啊，然后我们俩都是成都人，这四川话比较聊得开，因为老乡是吗？对，但是他也有参加过唱歌的这种节目，之前最早的时候。对啊，他演唱会我还去当嘉宾啊。对，那你不要跟他合唱一首吗？情歌之类的，情歌对唱。我请嘉宾的话，我觉得更多的是大家能够放松在一个什么样的氛围里，当然他能唱歌的话也是不错的选择，但我的目的是大家能玩得开心，然后另外的话，我觉得我以前有一个比较死板的地方，就是我以前开演唱会，我第一时间想的就是我有多少歌想唱，然后我要一股脑的把所有的东西都搬上舞台去，尽量的去输出，但是我不管别人能够接收多少。但现在我会觉得这两年越来越发现，情绪的东西其实要有交流，更多的交流是一个更好的一种放大。其实当我看到所有的输出有了回应的时候，我自己也能有更大的情绪投入到演唱里面，所以今年的演唱会会有很多更多是交流释放共同感受，共同有一种共同磨合的感觉，因为我的演唱会上不会是一个风格两个风格，它会是全方位的，这是从很多年前的巡演就每一趴都是不同的曲风，不同的情绪，甚至服装，我甚至希望我自己的性格的表达也是不一样的。今年的话也是在这个基础上再一次做升级，它并不是完全从头开始，所以怎么说呢，就需要我更玩得起来一些。我也希望像李易峰这种特别会玩的人，然后也可以跟他们有学更多
放松的方式站在舞台上唱歌，是为了跟大家做情感交流，就更多的不管什么方式就是要多交流。你刚才说到玩哈，那你私下会跟李峰他们玩在一起吗？这种就是老乡啊老乡会之类的。你要知道像现在李易峰应该没有什么玩的机会。对啊，对啊。他应该他最多的交流和玩就是朋友圈里大家那个频来频去的那种玩了。嗯，那你们会互相查对方吗？跟李峰就关系好到什么程度？就是你要理解，朋友之间关系越好越没有几句正经的话。哎，你刚才说到中职员择舞嘛，现在就是很多歌手都会选择去电影中唱一些主题曲，然后所以就有一种说法说在音乐濒危告急的时代，电影圈又给了音乐圈一条生路，你对此是怎么看待的？我觉得说这句话的人太主观了，而且我换一个方式来讲，只是看大家的重点在哪里。一个电影是离不开音乐的，否则你有一天突然把电影里所有的音乐拿掉，你就会意识到说哦，这挺奇怪的。我觉得它是相辅相成互相依托的情绪，有非常好的表演，非常好的剧本，非常好的不管是说画面最后的效果，然后再配上音乐的互相的放大，歌词的衬托，我觉得这些东西所有加在一起才是一个完整的电影艺术，它离不开音乐。另外一方面的话，音乐可能对于市场的现实来讲的话，大家觉得太容易得到的东西好像是不是显得比较廉价，然后反正我是不认同这种，反正现在音乐大家也在慢慢的走上正轨，不管是说对于正版，因为电影很多年前就开始呼吁这个正版，并且行业里面大家做的也还挺不错的，关于保护正版这一方面。那音乐只是说可能在这一方面环境上面是有一种劣势，但不是音乐本身的廉价，只是说这个环境造成我们不得不面对的一些现实问题。但是我们这一辈的歌手呢，哎，不能说我们这一辈，我觉得所有的歌手在他们做每一件事情的过程当中或多或少会考虑自己的能力，怎么样让这些事情都走上正轨。反正我不认同这句话。没有这句话。